们大家把手圈起来好吗？大家一起用心的唱。人生免不了有缘无故难，爱不只是言语，更是情衷，就用我们的手表达出来，因为总是心的语言，也是心的颜色，因为说出爱的表白，也是爱的桥梁。心动的时候，谁的手抵住我？爱人的时候，谁的手？的时候，谁的手安慰我？孤独的时候，谁的手陪伴我？好不好？好，为你唱。